这么浪漫的地方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佳，今天跟着我朋友来到这个网红打卡地，我们打个卡，看美不美的夕阳。唯独就是缺一个一起看夕阳的人，是吧？还好有你陪着。走，我们先去看一下这边有什么好吃的、好玩的、好喝的。来，是家客会来袭，鲜榨西瓜来了，来了，第二杯半价，喝的金桔柠檬第二杯半价，金桔柠檬第二杯半价，那第二杯就给你，我喝免费的是吗？半价你要金桔柠檬还是要其他的？好，我要金桔柠檬吧，免费金桔柠檬。我喝的是免费的啊。有常温吗？要一杯常温，一杯冰的。我来，扫我。我来。来了，这里登记啊，带户口本了没有？来给你们看一下。呀，哎呀，登记不了，今天没有上班。对呀、啊，今天那边是不是没上班？对啊，我就知他知道我没有带户口本啊，所以他就没上班。你要跟我去结婚吗？哎呦，笑死我了！你连帅哥都没带，你就想去民政局咋想的？我去看一下他有没有，重点是我先看一下他有没有营业，结果呢没有营业啊。我去取餐了，你看看。来，帮我打开。好。这么浪漫的地方你跟我来真的是浪费了。不会啊，我不觉得浪费啊，我觉得挺好的。真的这里适合找一个帅哥的评论。那你都没给我找个帅哥，你讲这种。我都没找到帅哥，我怎么跟你找嘛？重点是我今天走了一路也没有见人叫我靓女啊。是我刚刚应该叫那个美女叫一下，应该叫你靓女才行。我总共都来昨天到今天都已经两天了，都没人叫我靓女啊。靓女，你叫了不算。是我叫了还不算，等下要不要去上面拍拍照？可以啊。这里布置多浪漫，全是桃心，各种各样的桃心。它就是结婚登记的地方是吗？对啊。你看一下我们喝的奶茶，这个杯子上写的是什么？什么？许你一生。那不是啊，人家就在民政局旁边，人家这个的话，为什么要第二杯半价？这个地方是适合情侣来的，你知道吧？适合你跟帅哥过来。讲这种话，下次能不能带两个来？啊、反正第二杯也是半价。我感觉。要不我等一下我去对面看看有没有男士衣服，然后收拾收拾。这么浪漫的地方，哎呀呀呀呀呀，摩天轮底下的婚姻登记处。可惜的是今天休息。今天是几天是吧？哇，这个地方美啊，晚上会更美。看到没有，这才是大城市的感觉啊。繁华的夜，繁华的城市。这就是有名的醉鹅是吗？是啊，大地醉鹅。这有点像那个四川里面的那个柴火鸡呀、啊，这个是鹅，柴哦，这个应该是煤气鹅，煤气鹅。看肉吃的差不多了，这走到哪里都有腿吃，真好，好吃吗？好吃。正宗的顺德味道，不过对我来说的话，我觉得加点辣椒会更好。找的药啊？有辣椒圈吗？辣椒已经没有了，没了，辣椒都卖完了。看来还是这个生意太好了。
里面都是满洲。那不是啊，那手哦，你以为我像你那么斯文哦？没事，我夹着筷子夹着就夹着。嗯，好吃吧？它上面这个米酒啊，一点一点慢慢的焖，然后把那个米酒的甜味还有那个酱的那个香味都焖进去了。嗯，所以你看到我们都是定的时，然后已经到了一定的时间，它才开锅给你吃。没有闷到手的话，就是两天。是不是有点甜？米酒啊，米酒就是甜的呀。我不吃皮，皮上面好多毛。哈哈哈哈哈！那你不要吃皮，你就吃肉就好了。我都不吃皮的，其实真不是我娇气哈，好多女孩子她都不吃皮。但是你吃那个鸡肉、鸭肉。反正我都不吃皮的，我感觉看上去那个毛孔不会下面了，吃习惯就还好。其实你吃习惯，特别是吃那个烧鹅，就是有一种这边有那个古井烧鹅啊，它那个皮上你也会看得到毛呀，但是它的皮是最香的。可以了，现在凌晨4点钟了，然后前面吃完夜宵回来，我就倒在床上睡着了，那时候很难受。哎，我记得我朋友给我端了一杯那个什么茶，是不是那个什么糖水给我喝了，然后我就倒在床上睡着了。那个时候才8-9点吧，本来我跟他说好还去什么公园里面打卡的，后面我实在受不了了，然后我这个头顶好像就是要炸的那种感觉，然后肚子又痛，全身没有力，感觉整个人就是要晕倒那种。后面我们就赶紧回来，然后就倒在床上睡了。一觉醒来，现在4点过，然后后面才想起来，哦，我的视频好像还没有完成。这会儿醒来，就先把视频这些给他弄完，然后再接着睡。这个时候是不是你们大家也那个什么睡得可香了是吧？嗯，我只是分享一下我的生活日常，我并没有说我发任何视频让大家来同情我干嘛的，我只是把我的真实的生活哈，然后就是给大家一起分享，好吧？那这期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，下期见，拜拜。